一二三，请选择。哎，猴哥，我没有干呐。快举啊！二三三三，哇塞！哇，这不是三，就是屎！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不是，这一翻两瞪眼，你们不是三个被处罚，就是他一个被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三个哦，其实哦，就是你们讲好的是吧？没有讲好，就是那种。 念力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一样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才有机会。但是有个好处，就是他如果最后的话，他可能还会有下一次来。哦，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是这个角度。对对对。哎，那他如果是输了，他就有借口了哈。对，就故意嘛。因为他是新人，他比较不会有借口。他可能就会有。来，子瑜，解释一下吧。为什么？其实这题我猜的。对啊，还用猜的。因为我是想说，反正我赢定了。 就心态，我想我赢定了，然后就随便选一个。哎，很好啊，有自信是对，自信心很强，超喜欢挑战性的。对啊，我一个人。那你们为什么都三呢？对，为什么？都选三呢？绿豆加豆浆，补充完整氨基酸。嗯，为什么？钟哥，我跟你讲，氨基酸，好想听到。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豆浆里面的氨基酸很多，但是它不完整，但是它没有很完整。加上绿豆酱。 他们两个就是绝配，你们用猜的哦。而且阿K也用猜来猜的三个都一样，重点是我们猜完了之后，素清跟我们营养师一直点头，有吗？我们很注意那边呢，是假的，就是点头都不对呢。因为三个题答案是二了，嗯，不可以重复二嘛，从头到尾，你看有重复了吗？你猜题来讲不可能，不要提他了，你太，你这样活在自己世界。来，解答了，好，营养师。 这题好紧张刺激哦！太紧张了。然后呢，这题也就教育了我们的小孩子说：“等下，阿米有人答对，等下，等下，我先请教一下。”教育了我们小孩。不是二就是三。有答对还是一跟四？先告诉我们一跟四有没有标准答案？没有。就是一哈，就是白饭加玉米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。对，没有意义。对啊，白饭加玉米，加一只扁豆加三。那就幺妹。那你家加地瓜叶要补充完整的维生素 B 群，其实也有点难了。 因为B群的范围很广，然后他们彼此也没有说这样子就都是。对，因为B群在大于B群那边。所以其实答案真的落在二和三。真的在二和三。真的是二和三。好紧张。你说教育我们的小孩怎样？就是哈，我们那个越成熟的到岁，他就是头越弯，也不可以太骄傲。所以真代表。江龙弯吗？江龙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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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龙弯
答案就是三。答案是三。哦，哇，逆转胜了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哇，欸，你只有三分哎。对，小时候你只有三分，你知道吗？红哥，他只有三分哎，刚才讲说，哎，我小时候我稳赢的嘛。哎呦，哎，解题解题。我们解题一下，我们就直接打要讲到第三题了。第三题哈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因为豆浆的氨基酸不完整。加注意力，它就完整了。我刚才讲，他们居然讲得很正确，对不对？对，妈妈都很正确，小龙女配上杨过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们三个可以主持。可是可以不见得是绿豆，对不对？不见得是绿豆，它其实就是谷类啦，就是谷类配一个黄豆类的东西就会很完整，或者是说各种谷类混搭着，比如说像五谷米啊、十谷米这种混搭的方式哈，它的那个蛋白质会很完整。或者是那个子瑜选的这个哪里不对？加过来也可以，也可以哦。哪一个不可以？那二，你说那个水溶性的对不对？因为它两个都是水溶性啦。对呀，哦，还是有一点点不相信这个结局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已经成为事实了。哦哦，好精彩哦！总分怎么一逆转过来？只有三分，其他都五分。五分 ，yes。第一次来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比赛只有冠军跟亚军呢，最后一位冠军有三位，对，真的耶。亚军只有一位，对，但亚军还要被处罚。亚军等于最后一名。对，哎，子瑜接受处罚。为了体恤你第一次来，哇，为了体恤你年轻力盛，谢谢。我们帮你准备的这个是养生锅啊，哦，老母锅，老母加一点迷迭香，对，很好啊，减少氧化，隔夜的，对不对？隔夜，就中药弄的嘛，帮你滚啦。今天长知识。然后呢，旁边配合这个是地瓜叶来的地瓜叶，哇，还有饭泥冬粉，对，冬粉的手工冬粉，贴心哎，贴心啦。里面还有什么冻豆腐，怎么这么好？
这不得了，很入味的感觉。臭豆腐怎么可以变这种颜色啊？这个很厉害，这正常吗？卤的很入味啊，洗那个汁啊，对啊，老卤老卤味，那明明就是炸鸡黑豆干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会染到这个色呢？不是因为里面酱油加的多，是因为这个锅底叫苦茶。哇塞，难怪有这么清淡。好险哦，好有创意，真的有创意。那个豆腐你一下一咬，那个整个汁出来像爆浆，什么爆浆爆腐，好不好？爆腐。所以我是要吃豆腐还是我放青菜就好？没有，来那个，都要都要，你来决定豆粉放多少。我好怕你叫我吃了。好，你有没有做错事情吧？对啊，好来来来，微微啦，好来，对呀对呀，你们的地瓜叶，我跟你讲，这么健这么健康的东西，我想在演艺圈里面哦，那种哦，你一定要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中苦。方为苦中苦，全下哦，全下，因为这个东西下去之后，其实量来了，量量不够来啊。至于要决定什么，要不要汤汁，钟哥来。好，钟哥，钟哥，钟哥最仁慈。我妈妈有在看你，我妈妈，我又不认识你。不是关我什么事，我会难过。我又不认识你。啊，两块就好了，两块吧，不放这，不用喝汤吧。嗯。人吃啊，汤要不要喝？钟哥决定。他是说，这两块不要，然后剩下的不要吃。钟哥不是吗？这两块是不要。来一点冬粉，一点冬粉了，一点冬粉。要不要用筷子来？啊，一点冬，这样就好，可以啊。这样没有一点。哎呦，哎，看起来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哎，真的，不错啦。再加点青菜，青菜，地瓜又熟了，绿色的。眼下遇到是演艺圈最仁慈的前辈，真的吗？汤要吗？要要要，要汤就是加点汤比较好吞呐，太干了不好吞下去。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哇，真的仁慈！我先喝汤。说实在，我们也没喝过。那再跟我们讲一下口感。嗯，然后吃完之后才决定要不要继续留在演艺圈。哦。哦。哦，我不会讲，好苦，而且热的好恶心哦。怎么讲？冰的好恶心，它就是冰的那种苦味，然后热的很恶心啊。会更苦哈。对，就很不舒服，怎么喉咙都卡着。你要把那个口感，你信不信？你要不要喝喝看？不用，不用。我吃过的，我吃过的，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豆腐，比豆腐还多，我豆腐还精华。哇，好棒哦！哎，小心，这么香，吸满的，真的。这口咬下去，这个揪上哦，真的。哦，好好苦！你潜意识会想要喝个东西，但是你就会发现。我点汤，我点汤，太苦，什么都有，该有的都有。不要喝那么苦。哦，还是到冬粉。你这样的表情哦，做到看到，一定有人找你拍电影，绝对的。你的表情太丰富了，对呀。而且你的外景节目就要续约十年，哇！而且以后我们什么样的处罚都叫你来，哦，很棒，对，很棒，好不好？对，差不多了吧？快不清醒，自己 Q 吧，不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吃完呢。哎呦，太苦了！我是，我马上说，烫烫头，哇，敬业，敬业了，可以的，干死就干死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所以其实呢，这个后面这个啊，是让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告诉我，这个处罚节目不要乱上，趣味性了。好，但是呢，增长很多知识了。知识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家庭或是伴侣之间的一个协调，必须要靠两个人互相的辅助。对，在厨房里的知识。我记得你们 ending 没有那么长。我想让你看 ending 一下。我想让你多喊一点。好酷哦！好了，谢谢各位啦。